这里是对门东社，我是圆圆。时间过得也是特别快，不知不觉今年的端午节又到了。不知道有咱们的家人们还有多少是从咱们看过咱们去年的那个端午节的视频。去年端午节的时候呢，咱们也给孩子们包过这个粽子，但是以前没有经验，给他们用的大米啊，还有那个枣，包的小家伙都不太愿意吃。然后今年嘛，我又特地到市场买点粽叶，然后咱今年打算用那个大米，然后放点鸡胸肉，放点火腿肠，给小家伙们也就是说，做顿好吃的，包个粽子也让他们尝尝。在这里呢，我也携咱们农社全体成员吧，在这里祝咱所有的家人们端午安康。咱现在开始，走。
了一大盆，包多了，那锅里也煮不下，咱先把这些煮了，走。